小司机车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 Dash，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嗨，大家新年快乐啊！老板今天呢，为了庆祝恭贺新年，五张，刮刮，哎，怎样？五张怎样？我们两个没有刮，二四五，你们刚好五个啊！哎，先讲好啊，啊，如果刮到的话，是算个人的，还是算团体的，还是见者有份？算个人的啦。哦。赌这么大就对了，啊，万一他刮到大奖，我不知道旁边要干啊的啊！来，这个每个人拿到这个要跟观众朋友讲一个新年的祝贺礼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阿哲先，可以讲一个简单的吗？我没有要你多复杂，你要讲对联是不是？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很好，耶！来，一批，来来来，哇，祝大家哇！吉隆好利啦！啊，吉隆好利哇！好像他的在哪部影片听过？来，那个苦瓜，祝大家荣华富贵。怎样？荣华富贵怎样？龙啊，龙年啊！再来是这个阿呆，祝大家今年轻松容易过。哇，哎，新的呢，有梗哦，新的呢。好了，最后是我们这个泰山奖，我讲过。你讲过什么？生意兴隆啊！有龙，有龙，有龙，有龙！ Yeah. 大家一起来，来这边刮，来这边刮。游戏规则是什么啊？芒果拍一下。刮出三个相同的金额就可以获得该奖。来，简单粗暴，苦瓜先刮了。刮好了，苦瓜刮。哎、欸，怎样？怎样？有吗？500块！哎、欸，有。泰山，你觉得你连猜拳都觉得会输的人呢？我就问你有没有信心？我有啊。怎样？你有信心什么？会有。你的信心什么？来，我听一下。我有信心会中啊。为什么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喂，你很常刮中是不是？你很常刮中吗？泰山以往是那种很悲观的，你怎样？你最近你做了什么事情？有什么改变？就剩下的生命开心过。哎呦，哎，泰山转性了哎！你们两个有没有中啦？就是还没中啊，没中，没中，塞狼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看这个怡萍啊，怡萍跟哦，他哎，泰山刮很快，他信心十足哎，大刮哎、欸，大刮特刮，200，哇，大刮特刮哎，数字跑出来哎，哎，大小啊，谁啊？大小啊，哎，怎样啊？怎样啊？怎样啊？要说你数字那么大，200什么？怎么啦？你啦，太小了。真的哎，真的200万。小啦，200万。四个才有中吧？没有，三个。好，我走了，拜拜。见者有份，哎，干嘛？你看，我刚才问你，见者有份，算个人的啦，个十百千万，多一个零吧？这是真的刮刮乐吗？其中一组少一个零吧？真的没有啊？没有中啊？真的中？屁啦，屁啦，哪有这么好运呢？这行业配哦，我操！什么时候接到彩电行业配？你自己塞自己啊！夸张，改了，好扯哦！你去开你的 email， 你怎么收到业配？好夸张！就说我会中啊？为什么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小啦，太憨啦！真的假的啦？哎，芒果，你有验是真的吗？真的啊，200万啊！真的是两百万！苦瓜，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拿着，快跑！拿着，快跑！好，我跟你讲，我就相信阿呆，阿呆确认，真的是三个哎。不可能啦，干这种事，我跟你讲，泰山，他出门要小心啦。你现在开车去彩券行换。彩券行。我们要今天领，还明天领，还是什么时候领？今天再去领。扣税扣了。20%吧？你敢自己开车去领吗？我不敢。分享一下这笔钱要怎么用？要怎么用？不行了，你现在一定要想要把我们的那个刮刮乐太没有内容了，因为三两下啪就200万出来了，还有500，500块已经不想了，我也不想管那些杂鱼了，连500块都那杂鱼都不用管的啦，连100块都一瓶呢，我没有啊，你没中啊。
重，那不重要，不重要啦，不是重点，主角在那，主角在那里，在那里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安怎啊？老公站着，创啊，小朋友，哎，有什么事吗？你戴眼镜变小师了吗？小师不是这样吗？小师是一个优良的中古车商，不是吗？那你换戴这个试看看。哎、啊，老铁，我有没有保持力你保持身份地位啊？哎呀，发财了，发财了。哎，这小伙子干啥？哎，我主要去动哈。哦，老公站着，大概七七八八就好啊。哎，对了，眼镜郎很好吃呢。当然。小师汽车专属眼镜，请看下方链接，赶快去购买哦！你们这些穷人啊，想要抓逼是吧？那就到小师汽车专属链接，有这个 Porsche 哥专用款，还有这个什么小师汽车的这个什么？哎呀，那么车卖太便宜啦，那什么汽车啊？哎呀，我都买了高级车，也没买过什么二手车啊，好不好？反正买眼镜就对了，好不好？你们唯一买得起的东西嘛，咱们下次见啊！我的腊肠呢？哎。腊肠呢？访问一下泰山、啊，我不知道。一下泰山，买房子，200万就可以买，160万就可以买房子，投期款啊！你有缺房子吗？重点是，我缺、啊，我很缺，我很缺。你在养小三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哇，要求哎、欸，泰山也有买房梦哎哈，哎、欸、这样买房子160很快就没了。对，你不觉得这样花有点空虚吗？那我要干嘛？我怎么知道？看，我你给我就知道我要干嘛了。你问我，再买两间嘛。不是你野马不要花的话，你应该投期款本来就有了。哦，对啊。对啊。哦，对对对对。妈的，那你现在再买一台重机。好了，先捐10万出来，已经不枉了。哎，十万，太棒了啊！还嫌不够啊？不够，对不对？够了，有就已经很好了啦。那个啦，芒果你赔。跟拍泰山去领钱好了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这应该只能去银行吧？没有，就中国信托旁边而已，很近。你妈有那么短的路程，你们再出事，我真的也没办法。他现在很晒哦、喔，等下开会不会一个那个钢骨就从那个掉下来压，把那个车压烂，只剩下意大利肉酱。对，我告诉你，我会把这样洗干净再去领。等一下，家属，泰山，我快把它拿出来。放在口袋。哎、欸，有没有那个 Apple Watch 测一下的心率？要不要？快快，它快平静了。哎呦，107。哎、欸，大概有小跑步了、欸。哎，那我有需要去吗？你要去干嘛？你要干嘛？500块。你那个去那个车上扫一下就好了啦。去个鬼啊！烂东西。你有没有身份证？啊，没有是？我有，我有。我有。我的皮包呢？不要紧张！哎，不要紧张啦！还是我帮你去领，我比较安全。给我的皮包干。完了，不能领。我不能领。送了200万领不出来。啊，你那券呢？哎、欸，券不见了啦！券不见了，不要乱丢哎！不是，泰山开哪一台车？哎，怎样啦、啊？就真的摔死？等一下，钱都还没领到，这门票就死了，靠压、啊！我的钱包呢？带啊！我有带啊！你这很闹哎！我没有拿出来啊！那就是你没带出来啊！哎、欸，中个200万，他妈的天罚忙就来了、哦！找到了！找到了啦！找到了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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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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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跟你讲，老板娘，泰山中200万，他现在去领了。真的啦！他刮到200万，芒果要陪他去领哎。1、2、3，真的哎。泰山，上车吧，我们欢送你。加油加油，要把钱领回来哦。加油！哎哎，他想要自己跑啦。哎，要看一下后面的柱子啦。你开车，我们在看后面啦。有啊。后面还有一台货车哦，我知道。亮亮，你后挡有东西啦。耶，新年特别计划，这次特别计划我很早之前就想好了，几个月前就想好了吧，2、3个月前。对，2个月。我们就跟芒果开始在筹备这个，我们去网路上买的刮刮乐，然后里面有一张是多少钱？有一个是100万，一个200万。所以这不知道是100的还200呢？对对对，我们这次去买假的刮刮乐。好，那等下我们进办公室，哎，大家新年快乐，拍特别企划，啊，每年大家都要
拍这个刮刮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拍个刮刮乐也合情合理。嗯，然后我们就让泰山抽到这张，刮到这张，看他的表情是怎样。每年 YouTube 大家都在那边比说买一本、两本、三本、四本、五本、六本。哎，你有看过有人用这个计划的吗？搞不好有人做过了，我没看，我是没看到。嗯，我们今年是预计整两个人，先整完泰山，我们再整科比，看刮到大奖的那个表情跟态度会是怎样。直接开整，走。娘娘，你后挡有东西啦。哦，你被整了！我就知道，你就知道什么？一定有怪怪的。你怪怪的，因为皮包不见了。可以啊，皮包我们没有 C 好吗？你皮包是真的不见了，还是你要挑战去？对，很好了，我们没有让你到中国信托抽号码牌，把这张拿给他。我跟你讲，我怕你被抓起来。那他的500块是假？这废话。我刚刚也有抽到500块。我想他以为他刮到500，很开心。哎，要停车了没？把车停回去。我还以为被他猜到了。我那时候我想说，干他是不是猜到了？我觉得我已经埋得很深了，你知道吗？嗯，连他们都不知道，哎，这件事只有我跟芒果知道。我觉得，所以他刚500块以为是真的。你觉得怎样？啊？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是假的，是假的，真的假的？假的，现在就变假的。所以他讲那一句话的时候，我就有吓到。我想，干他是不是猜到？他说我一定会中。我想说，干怎么可能？他变那么正面。好了，祝大家赢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开整下一位嘉宾，开整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 Dash， 指标最强的 Dual Lens。这边写到纯属娱乐。这是我刚好看到的，我看到这个，我就想，哎，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？